香港流传住好多诡异嘅传说。民族学家就好似侦探咁追查传说嘅来龙去脉。传说背后隐藏咗不为人知嘅罪案，不伦关系同利益冲突。未找到真相之前，什麼都有可能。我潘朵拉作為民族學家，絕對不容許有人利用傳說犯案。人死了，遺憾都沒用，現在最重要就是找出真相。兇手做這麼多事都是想模糊視線，但是我已經看清楚他的弱點。一層層為你們揭開禁忌之門，十二傳說。